Hello, B 站的小伙伴们，大家好呀！我真的万万没有想到，有一天我也能成为穿搭的博主。今天我们就来聊一聊穿搭，好吧？让我的小鳄鱼作为一个 model， 给各位展示一下穿搭的艺术。我们现在可以给他挑选衣服，然后让我们的 model 穿上，然后看一看这几件衣服好不好看。喜欢这一件的扣一，绿色的；喜欢粉色的扣二，就是那天上次你们看见的粉色衣服；喜欢蓝色的扣三，请大家把衣服扣在弹幕上。其实你们扣不扣在弹幕上我也看不见，因为这是一个录播视频，这并不会引起我跟你们的互动，所以只有我来挑选。那我们就一件一件的来吧。我们先给他穿一下这件绿色的吧，绿色的健康色，很多男孩都很害怕看见绿色，其实绿色是很健康的，健康的颜色永远都是受大家喜欢的。乖一点，别动。让我们给鳄鱼穿上。很多小伙伴我都好奇我该怎么给它穿衣服，其实跟给小狗狗穿是一样的，基本上就是，对，就像这样，把手套进去，然后一会儿再把脚套进去，然后衣服就穿好了。可能比较麻烦的就是它的手指不太听话，我得找半天才能找到它的手指。对，就像这样，然后把这里扣起来，然后去穿。不好意思，穿反了，光顾着跟你们聊天，你看吧，衣服都穿反了，重新来，让我们重新来过，好吧？其实给鳄鱼穿衣服没有什么实际的作用，就是为了好看。那天我也是好奇嘛，我也不会给他穿衣服，因为他经常会下水嘛，下水的话衣服就会打湿，根本就没办法穿。而且鳄鱼是一种变温动物，它需要的是就是体外，就是外界给它的温度，所以它必须得晒太阳或者是在温水里面，它才能保证它的血液里面有温度，然后它才能够就反正就生存下来嘛。变温动物都是这样，什么蛇之类的都是这样。各位看，现在给它穿脚，其实小鳄鱼穿衣服是很麻烦的，穿一件我得给它脱好一会儿才脱得下来。你看它的小脚脚就是这么不安分，一直在摆，我不知道你在摆什么，然后它的嘴巴也一直张着，我也不知道为什么，你说对吧？你看可不可爱，泳池派对。各位英雄联盟的玩家们都喜欢泳池派对对吧？你看多嗨。还有一只脚没有穿进去，让我们把剩下一只脚也穿进去好不好？哎呀，好麻烦呀他。哎，别动，我得抬着他我才能给他穿进去，要不他就整个人就趴在地上了，特别不听话。脚脚不要动，我的汗都要弄出来了，给他穿衣服真的太难了，不听话。虽然已经比普通的小狗小猫要乖得多了，因为他不会一直挣扎。那我们现在把衣服给他扣起来。汗都给我流出来了，真的，外面现在是大太阳，小伙伴们有没有出去玩呀？讲，王冰冰专用 BGM。
各位看见了吧，小鱿鱼现在穿好了，有没有很可爱呀、啊、给你们看一看全身照，就是这个样子，还有一个小帽子，是不是很可爱？各位看见没有，还有一条很长很长的尾巴，这就是小鳄鱼穿衣服，还不错吧？有没有很可爱？大家看这条小鳄鱼，有没有你们家的小宠物一样可爱？滴滴滴滴滴滴。让小鳄鱼穿上衣服，正面给大家见面，可爱吧？还有小伙伴说我的小鳄鱼很缺钙，其实没有，你们看它的牙齿，如果这还叫缺钙的话，那就真的没有鳄鱼有钙了。你们看见的那些黑色的地方是它刚脱落的牙齿，它脱落的牙齿我都会收藏起来，各位看见没有，这牙齿一点没有滋出来，长得好好的。各位，我现在应该能够成为萌宠 UP 主了吧？之前还有人怀疑萌宠 UP 主的真实，现在萌宠 UP 主可以实锤了吧？看见没有，跟着音乐一起摇摆，这就是传说中的鳄鱼鳄狗。其实小鳄鱼真的是很危险的一种动物， UP 主在这里真的不推荐大家饲养鳄鱼，因为真的很危险，没有经验的话很容易受伤害，而且它长大了很多人不愿意养了，它的归属地也是一个很严肃的事情，所以大家真的不能轻易的饲养鳄鱼。可爱吧，萌吧，萌不萌？小鳄，你自己觉得怎么样？他一脸生无可恋，他肯定想这主人怕是个傻子吧。哇，我给他脱了吧，真的穿衣5分钟，脱衣1分钟，这可能就是给宠物换装的乐趣吧。嘿，问怎么脱衣了，看见没有，趁他不注意悄悄的嘿脱衣，当当当当，小鳄鱼就脱衣服成功了。对，他居然长了死皮，我摸到了，他居然脱皮。好了，接下来我们尝试蓝色的衣服，因为粉色的那天给大家展示了，我今天就不想再展示了，因为穿衣服真的好累啊。我一会儿我感觉我都要去冲个凉水澡了，因为我的满身已经是满身大汗了。嘿，小鱼，手伸出来，把手手伸出来。嘿，这衣服怎么这么奇怪，好像这一件稍微大了一点，好像没有，哎，起来，我们现在开始穿脚胶。其实弹幕里已经有小伙伴知道我是哪儿人了，对的，你猜的没有错， UP 主是四川人，其实说四川话还是比较亲切的，不知道朋友们喜欢听我说四川话还是说普通话，如果喜欢听我说四川话的话，以后 UP 主就说四川话给你们听，因为宝儿姐他们说四川话也很火很火，我晓得很多小伙伴也喜欢听四川话，就比如说唐师爷的解释哈，啥子叫做惊喜。四川话在我看来还是真的是比较亲切的，所以说我也很喜欢四川话，四川方言比较搞笑嘛，很多人听到就是吐个乐子，就跟听到福建话还有东北那嘎达那话一样，四川话也是比较搞笑的嘛，跟你们谈笑风生。他这件衣服也快穿好了，好了，乖，脚脚伸出去，把你的小脚脚伸出去，听话，嘿，小舅舅伸出来，好，扣衣服，哎，换个位置，躺着，真的跟个宝宝一样，看，多乖巧，
我感觉我都快给他喂奶了。小鳄鱼可能就是这么可爱吧。哎妈，我快累死了。穿搭的 UP 主是真的不容易，我给宠物穿件衣服我都快死了，他们还有心情去换衣服，真的是。讲讲讲讲，小鳄鱼穿好衣服啦，让我们从正面欣赏一下小鳄鱼穿的这件蓝色衣服。嘿嘿，嘿嘿嘿，这里还有个小兔兔，有看见没有，小鳄鱼？讲讲讲讲，再给各位展示一下正面，看见没有？小鳄鱼有多可爱？滴滴滴滴滴。滴滴滴滴滴滴，喂喂，好了，小鳄鱼的展示视频今天到这里就结束了。我看视频好像已经挺长的了，一会儿我把它剪短一点，然后就发给小伙伴们看今天的鳄鱼玩耍视频。好吧，其实有新来的小伙伴、新来的粉丝不知道小鳄鱼怎么撸，今天我再教你们一次。看着这只手，再看着它的眼睛，你只要轻轻地搓它的手，它的眼睛就会闭起来，还会很享受这个过程，看见没有？你只要一停了，它的眼睛就会慢慢睁开，看见没有？小鳄鱼其实很好撸的，看见没有？又闭起来了，还是不是在微笑？各位小伙伴看一下，小鳄鱼其实挺可爱的，嘿。哈，把衣服撕开，然后哗，把手卡住了，哗哗，嘿呀，哗哗哗哗哗哗，噗，好了，今天的小鳄鱼玩耍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。喜欢小鳄鱼的小伙伴或者喜欢 UP 主，喜欢 UP 主的小伙伴，请一定要一键三连哦，我可以说普通话来给你们听。也可以说四川话给你们听，更可以说川普给你们听。喜欢的小伙伴请一键三连，再见。